就一直跟我们坚持到最后，我发现现场还是满满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样呢？心里有非常多的感动，因为呢，看到流利舞蹈团所有在舞台上演出的舞者，每一个都这么认真，这么热情。希望呢，大家今天看过舞展之后，都有感受到他们一丝丝的爱，有没有？那是不是呢？希望在未来呢，大家都可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满满的爱心的人就奉献你的爱心，好吗？看到我们大家呢为这个社会一点一滴的在努力，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向上的力量，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一一来感谢今天我们所演出的团体，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再次谢谢他们今天精湛的演出。首先为您介绍是舞团周四肚皮舞班，来，周四肚皮舞班的同学请出列谢幕，谢谢，再次给他们最热情的掌声。哇，有优越。再来呢是东方炫舞舞集以及指导老师黄景老师，好，现在出列的是我们东方炫舞舞集以及指导老师黄景老师，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啊，这些都非常的辛苦哦，为了今天的演出。好，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我们作家慈善舞集的同学们。
师师资曲咯，好，准备介绍的第一位曾千娥老师，老师很辛苦哦，谢谢我们老师。再来的是欧慧琳老师，好，献花等会吧，献花等会，等会开放献花的时间，好不好？好，这一位呢是我们欧慧琳老师，再来呢是我们的郑淑慧老师。好，再来是我们的刘奎良老师。好，再来就用尖叫声了，每一个都一定要现在献花就对了。好，老师拿着花要摇摆了，好，跟着音乐来了。继续呀，左右左右，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王思维老师。哇，曼妙的身材啊！接下来掌声跟尖叫声都要更大声一点哦，就是我们的刘莺莺舞蹈团副团长刘秀娥老师。好，副团长麻烦在前面摇哦，副团长很有摇，对，好，接下来掌声跟尖叫声有接受我们今年最辛苦带领我们100多位的舞蹈老师还有我们的学员一起在今天的舞台上演出的刘丽丽老师，再次掌声欢呼声。喜欢跳舞的小孩，对不对？是不是请所有的舞者往我们的舞台前？今天呢，非常辛苦的还有我们台前的幕后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所有演出的舞者，还有包括前面这些的老师们，包括呢在现场我也有，谢谢。还有文文呢，带着再次文文呢带着我们的刘丽丽老师，还有我们的副团长，以及我们所有的师资群，以及我们所有的学员，再一次深深一鞠躬，谢谢我们。